席、乡长、秘书以及公所各科室主管还有本会同仁，大家好。本席就以下几个问题想请教乡长，请主席台示，请乡长回答。请乡长回答。乡长，我本席这边先延续早上我们这个刘代表这边提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这个台马人定位的问题啊。其实最近本席也在村庄里面常常听到乡亲会有一些抱怨，虽然我们这个夏天主要为了乡亲的这个生计去带动观光，势必这个也希望游客可以做利用这招台马人进来，但是在台马人在游客进来之后，相对的会排挤到乡亲本身他们搭乘的权益。其实大概从东引出去搭船还不是问题，其实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从基隆要回来东引的问题。乡长，你这边有没有什么意见？还是针对这个部分，你认为有什么办法可以建议给包括您所说的这个廉价行业也好，新华公司这边也好，至少解除掉我们乡亲的疑虑？好，谢谢李代表的这个指教。好，那针对这个议题啊，我在想，目前我们乡亲从东引出去啊是比较单纯一点，因为就在东引这边基本。售票处那边对东引乡亲出去的和服务各方面都还很不错。那针对台湾的部分啊，那过去这个新华那边有三个窗口，第一个是我的部分，透过我来就是针对台湾定位的部分，叫乡亲的部分；另外一个是议员的部分啊，那另外一个是主席的部分，只要乡亲有困难只要我们这三个这个对外的窗口啊，相信只要定位有困难，透过我们会协助。那这个部分啊，目前没有想过了啊，就是说，因为针对东引的东引售票处这个部分来协助登记台湾要回来的相亲的部分，这也是一种方式啊。那再者，乡长，本席这边我就明确一点讲，其实像你刚刚讲的，大概前几次会议里面，本席这边也跟乡长建议过啊。乡长，你今天是有职务的，很多东西不需要通过私底下。我们乡亲的希望就是说，很多东西可以把它制度化。也许今天乡长因为公务到哪里去了，乡亲不方便直接去找你啊，或者议员或者主席，不见得他们随时都可以找到人。那他们不方便透过这现有的三个平台，那有没有什么机制可以让他们至少打电话去？他们售票处这边可以怎么来认定是本地乡亲，他们有这个需求，他们来做这个服务。我说很多东西建立一套机制在那边是比较长久性的。我在想，只要院东引售票处这边间接的，只要对台湾要回来的乡亲定位有困难，那单一窗口来做这个也是一个方式，就是万一乡亲订不到，直接跟东引售票处，他直接做一个连接的来定位窗口，应该是也是不错。因为认定的标准啊，因为像东引的售票处，他本身都是东引的人，他对这个比较了解。那李代表这边还有没有更好的？没有这个部分，我想乡长针对会后再找时间，针对这个部分，我希望至少我们有一个什么。这个规则可以让我们乡亲有所依循，至少让乡亲知道你回到台湾之后，万一碰到地票的问题，可以透过一个什么机制。我是认为这个毕竟要有一个制度性的方式去做会比较好一点，这个是本席这边建议。我希望乡长会后能够针对这个部分跟新华公司也好，或者我们东引的售票处也好，去达成部分的共识，至少不要让乡亲怕出门之后他怕回不了家。乡长可以吗？可以。好，再另外一个就是有关于我们这个目前，我们知道这个合富人的航班，有时候一个月像以前的固定是四个班次，那现在一个月有时候可能只有两班或者三班，那这个中间合富人这个没有航报的时候，乡长这边有没有重视过这个问题？有没有跟县政府或者交通局来反映过这个空出来的航班中断的时间要怎么样来补强？这个我们去年好像有讨论这个议题，就是合富人这个在开的时候那我们是希望他那个海马人能够继续开，因为合富人这个休息的时间就改到后面去那刚好这也是一个机会啊，因为今年部队在精简的状况下
对，有的时候可能一个月两行次，有的时候三行次不等。那我也这次刚好县长跟交通局局长都来了啊。那去年我们也谈过，有四行两个月的状况，因为核复轮。那现在刚好是一个机会嘛，那最少我看在核复轮停开的状况下，我们租核复租两趟来跑每个月，那因为万企我们先试个几趟，那另外一个就是核复轮在跑军方的航线的时候，是不是说针对我们东引的部分那我们是不是这个能够把军方的那个座位不是床位把整个200个出来，我们他们延一天是应该是你目前来讲困难度没有像以前那么高，因为他们必须坐我们的船的次数比较多。我在想这次县长上来，我一定要把这个声音让。县长本期的意见哈，相信这个部分在之前我们就已经提过好几次。问题是在哪里？一直在强调我们现在这个地方面临到这个财军的问题。百姓的生计主要就靠游客了，那其实核复轮其实我们已经不可以把它当做我们正常的班次。你好，就算核复轮你给我50个名额80个名额，乡长请问一下游客敢进来吗？比如说像前几天一天游客200-300人，那怎么进来怎么出去？我希望乡长可以重视这个问题，以后不要以核复轮当做我们主要的交通工具，我们可以另外做配套，至少让游客他的行程怎么规划都能够非常的顺畅。你和富人再怎么样，他都不可能满足我们目前的需求啊！就好像这个之前我们跟县长反映过，不过县长好像目前都没有给我们这个很正面的答复。那我希望乡长可以利用这次，县长如果有上来，能够再重新跟县长提出这个问题，可以先请县长可以给我们一个比较合理的方式，看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好，再下来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本席在那天那个乡长的这个定期大会，我们这个提案的部分，有关这个国防部的那个部分，乡长，你那天回答本席说，这个立法委员这边曾经帮我们去发声过，好像说部长好像是不便于来接见我们，是吗？目前他们军方的行程这个。比较不方便。好，那本席反映这个问题之后，你有没有乡公所？你乡公所我们可以直接转到国防部去吗？你们有发了吗？目前哦还没。目前都没有发。不是之前有发给委员之前我们有。我们是要找国防部，不要。我要。是要找之前我们是希望能够透过委员的，委员的这个服务这个服务团队直接帮我们跟国防部进行。那我们有没有找到国防部？委员做了以下的回应，就因为部长这边有什么事情他会在总咨询的时候针对这个外岛的部分。我希望乡长可以重视这个问题，也我们乡亲现在大部分也都有些疑虑，面临到大概今年7-8月会有一个裁减，会有一个大量的裁减，乡亲都很疑虑。好，今年有这个旅游旺季过了，到了这个9月份、10月份之后，我们乡亲的生活怎么办？乡长，你这边有没有想过，除了在旅游旺季期间，比如说我们现在从5月到10月，那我们11月到历年的这个4月，我们生活要怎么过？乡长这边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想法？我在想，以短时间里面来讲，我们还是冬天还是有冬天的旅客了，那目前还有1000多人，我们还是重心还是放在部队的身上。那前几天会后我又跟指挥官报告，就是这次部这个总长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跟总长做一个理性的跟总长针对这个部队的部分这个包括我们李代表所讲的一些飞弹这些等等，我们会做一个书面的跟总长这边来做一些争取一些福利的部分，包括我们一些未来的一些社会福利睦邻经费的增加等等，有跟指挥官。那个本席所提的意见不是仅就于福利的部分，其实我们要的只是说，你说睦邻经费相对的这个，他们国防部这边也规定相关的动作能做，有些事情没有办法落实到这个乡亲身上去。我们要的是希望我们能够这个政府可以重视我们的这个生计问题。你不能早期，你这个东引是前线，是很重要的这个战略位置，
我的驻军派这么多好，你们都有这个生计，基本上都没问题。你现在国家这个在这个考量之下，裁军你都没有去顾虑到百姓的生计问题。我们是希望他们可以正视这个问题，不是你撤军就撤军了，那百姓的生计都不顾了。本系的用意是在这里。我希望那个乡长，你刚刚所说的这个部分，你会准备一些书面资料，总长来之后，你会代表我们乡亲跟总长这边来做一些反应，对不对？好，希望乡长这个总长应该是这一两天两三天会来。我希望乡长可以看到乡长针对这个部分有些动作，好不好？好，再来就是有关于这个十二年国教的部分，乡长，你这段时间有努力过吗？有试图努力过吗？目前的进度呢？这个我们也请教了那个教育局啊，那马东的校长传了一份资料过来，我大概就针对这个一些争取的部分啊，他们目前我们是跟桃园学区合在一起嘛，所以等于说我们的小孩子啊，很多事情都要经过他的台北，要加入台北啊，北部的部分啊，新北市跟台北市啊，跟桃园之间啊是有一个落差，或者你的成绩不到那边啊，他基本上来讲他是没有竞争力的。那当时这个林代表是希望我们能够跟台北在一起，基本上我们小朋友的成绩没有办法达到啊，跟台北市相看。乡长，你十二年国教懂不懂？知道十二年国教什么意思知道吗？我们是这个是全国都同步的，是什么意思？十二年国教什么意思？你知不知道？十二年就这个就国小、国中一直到高中这个部分啊。十二年国教是高中免试入学，对，没有考试。你讲的考试那个叫特色招生，你今天有能力去念建中，你就去参加建中这个特色招生。所以你我觉得你这个认知里面还不是那么非常了，是免试招生的。现在有所谓的。这个像我们今年到马祖去，小朋友就是这个代表我们东岭去考嘛，他是代表我们这种，他们那个是参加会考，那个最基本的一个门槛考试，就算你的那个成绩再能到哪里，基本去念马高都没有问题的。因为马高的基本上马高的尺度啊，要跟台湾还是有落差。我们现在等于马高校长也希望我们的小朋友尽量去念马高，他高中毕业了以后，他可以去同样的竞争力，跟台湾来讲，他马高去的也可以念很多很好的学校。那台湾的部分，因为我们像我们东影没有补习班嘛，这个是事实。那南竿他们很多所补习班，小朋友家长往上都放他们去补习，所以他的竞争力确实，南竿的小朋友念的北一的也好，台大的也好，都有。那我们东岭的小孩子起跑点就输人家，就输在。所以乡长，我是觉得你那个会有可能要花一些时间去了解一下十二年国教，十二年国教它真正精神在哪？像刚刚你跟本系这个回答，可能跟我所了解十二年国教这个有一些出入嘛。我像这个部分，你针对后续了解之后，你有空的话，你再跟我去做讨论。因为他十二年国教，一个是免试入学，一个是希望小孩子可以适性发展。你不喜欢就学的，你就去念这个职业学校，你至少有一技之长。像你讲，你刚刚所讲的，你说当然这个后续高中毕业之后，也许马高这个正式条件什么会比其他这个学校来的优势，这个我绝对认同。那是针对念书的小孩子，也许你到南竿去念书，你争取比较好的成绩，你一样的水准，你可能跟台湾一样成绩的这个学生去做比较，他也许正式到学校条件是会比较好的，没有错。那本系的意思是希望我们能够把学区的范围至少没有局限，因为就离岛学生来说，马祖地区应届毕业生不到100个，扣掉马高才几十个，对台湾本岛影响不大，至少解决掉我们家长照顾的问题。而且他的选项也比较多，你马高毕竟选项太少，像你刚刚所说念书那没有问题啊，你去马高可以争取很好的保送啊。本系的，所以说我说希望你会后你再针对十二年国教去做一些了解之后，再来跟我谈这个问题，好不好？再来，我们前几天这个乡镇考察的时候，有看到那个渔船码头那边，本系有跟乡长这边提一个意见，是不是能够利用这次华旗在施作码头延长工程的同时，
看是不是我们乡公所配合一些经费，或者建设局或者公局来配合一些经费，在码头旁边适合的地点，因为你这个是那个浮动码头，目前县政府规划的目的，整个规划都还没非常确定，对不对？那本席那边建议是不是有可能在这段时间，在华旗在这边是做海事工程的期间，能够先针对我们这个渔船小船啊，小船的这个浮动码头，或者类似游艇码头那种做法，至少解决掉我们小船在靠泊然后再停的这个问题，利用这时候来解决，是不是能够在经费上面也会比较省一点？不然你改天针对这个案子特地来发包，我相信那个金额又是很大，就好像我们这次在试做这个中柱港烟厂码头一样。现在这个部分，本期这边提的这个问题，你可以在近期至少在华旗试做这几个月以内来做这件事情吗？我在想，到28号县长来，我们请他去看现地。原来的位置啊，我觉得我们讨论的结果是比较不适当的。那我们也看了我们比较熟悉的位置，到时候请县长一并去那边演绎，去县地去会看。然后县政府的有经费，我们乡公所配合一点是，我认为说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所有的地方建设都有配比制度了。我想我个人对。这个浮动码头的看法，我也认为说，除了大船之外，小船也是要让他们方便一点。有时候一艘船拉来拉去啊，那个也是麻烦的。那整体的景观是非常重要的。对这个案子，我在想，这次好，就针对这个部分，我希望乡长能够，因为这个毕竟有时间线的问题，他也许他的工作船离开之后，改天我们再去做这个事情，也许是花大钱的时候。我希望乡长针对这个部分，能够跟县政府这边来保持联系，看怎么样在这段最短的时间之内，把这个部分至少把一些基础架构先准备好，我们后续再由其他当地的厂商来试做都不是问题，好吧？然后再来就是有关于本席之前提案提到这个成立东引分院的问题啊，这个最近我们也常常碰到一些这个乡亲的这个问题，医疗的问题，你也碰到像前阵子我们一个乡亲，这个不想骑机车出了车祸，也许后来状况不是那么的好。那针对这个分院的部分，乡长你后续有跟这个局长这边或者跟县长这边来做过反应吗？有，而且我前几天那个县长母亲节的一个茶会，我从东引跟他聊到南岗去，因为县长本身也是医师出身的，那在这个部分他说目前尽量是短时间内是补足医师的员额的，那包括未来设备的引进啊，那我说这些是不够的啊，我也希望那个军医署那边啊，军医局那边啊，因为阿兵哥的人数是我怎么讲都是比我们多啊，在这个部分也希望军方的军医局呢持续的啊给我们人力跟医生的啊协助了，那这个部分我也请谢局长那边啊，在后续啊继续给我们。做一些协助啊，可能原则上局长应该28号也会上来，针对这个议题的部分。不是这个部分，本席这边意见哈，是指至少在卫生局这边也好，县政府这边也好，至少要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至少要规划。也许短期之内他用什么做法，这个至少你要让我们有一个目标嘛。因为像这边这种状况，本席这边提的这个问题就是，你伤患就算我有状况发生的时候，因为你受限于气候、地形的因素。不是说你想要后送就有的后送了，你有些东西必须要有紧急处理的能力，你至少要把伤患处理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你再后送。你连基本处理能力都没有，也许当天那个伤患如果他在台湾本岛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是因为在我们这边啊，之前也发生过好几例这种类似这种方式，他说没有什么问题，送到台湾去都是大问题啊。还有紧急医疗在后送的这个认定标准上面。我希望乡长能够透过这个卫生局这边也好，县政府这边也好，能够重视这个问题，至少保障我们乡亲他在生命这个部分的疑虑，让他不要有这个疑虑，不要让他这些生活在那边都那种心惊胆怕，感冒都在那边心惊胆跳。然后再来，是有关于这个候船室的问题。乡长这边本席这边跟你反映一个问题，候船室前几天本席经历过一次，还有我们乡亲也经历过一次，跟我讲。因为候船室的空间狭窄，
导致游客差点起争执的好几次了。因为候船室里面空间太挤，外面也许下雨，也许什么，有人要从中间去插队走到里面，这个中间会有争执。我希望乡长能够利用这次县政考察，能够反映跟县政府这个以及议会这边来做一些反应。这个有它的急迫性，或者临时能用什么方式，至少先让乡亲解决掉，不要淋到雨，不要晒到太阳的问题嘛。你不管用临时性的风雨走廊、帐篷也好，至少暂时性的这几个月。我那个有邀请港务处处长啊，这个上来，为什么？那港区的问题啊，包括刚刚林代表所讲的，我基本上可能会用检视的防护这个。你乡长有没有看到那个福澳码头？看到没？他的那个移动式的帐篷。我们也是为什么可以用移动式？跟桌椅，他那个帐篷我看起来一个帐篷最少可以容纳大概十几二十个人，不是问题吧？对，我们就大概是从现在的门口啊，大概往这个动线那边，大概我大概有看过了，那个我也大概也跟处长建议了。好，一个是临时性的，另外一个针对这个长远性的后刷式的规划，我们是希望县政府能够这边能够尽早规划。我这次你不要放在你说101年到105年讲话也很含糊，到底是105年之前规划好，还是说那个105年之前有什么动作，什么东西都讲得不明确。我现在会趋向一个，就是我因为这次的那个这个风雨走廊的事情，我会跟他讲，像马祖最大两个港就是东引跟南竿嘛，那是不是能够先优先把东引的部分优先来设计，优先来做？因为北竿毕竟目前还没有大船嘛，没有客人了，莒光更没有。我这次先来请县政府先把东引做调整，优先来办这个部分，因为确实观光潮来的时候人真的很多，那天气好还无所谓，那下雨的时候确实不人性啊。这个部分我本席这边提的这个意见，我希望乡长能够利用县政考察县长来的时候能够反应，能够在最短时间至少能够做一些应变吧，不要等哪天真的起争执了，也许在马公发生什么事了再来补救。就好像类似这种举关那个污水处理厂的事件，一定要等发生事情之后再来做，我们可以预防的可以先做。再接下来最后一点，本期这个提供乡长一些时间啦，让你自己这边来做一些说明。就乡长，你的任期今年也到这个第九年了，你有没有针对你自己当初在竞选的过程，你自己所提的这个政见，包括你现在即将大概还有半年多即将下任，你自己做了哪些事情，哪些事情没做到，你能不能自己来说明一下？对啊，乡长没关系，我那个本期这边临时提，可能你这边来不及做准备，我这个问题先丢给你，你明天早上再跟我们来做说明，好不好？对，我在想这个刚好议会里面议员哦也针对这个问题，也跟县长里面刚好我有做一点功课。有做好，那我就把时间给乡长，乡长你自己来做说明。我的这个政见有20条。是20还是23？目前这个20条。20条。那你20条顺便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复习一下你的20条政见。是那个第一个是强化乡务所行政团队，人能效率亲切热诚为民服务。我们乡务所也设了服务台，所以的乡亲来这边，我非常重视服务。这个部分那个其他人怎么想不知道，这个部分我对乡长是那个至少持肯定的态度。来，再来第二条。这个城乡新风貌，忠诚本质，12栋街道景观改善，美化乡容。我们12栋这部分也做了形象商圈。形象商圈，你记不记得本期有跟你提过，你认为那个我们形象商圈还没有改善的空间啊？还有努力的空间。还有努力的空间。那忠诚本的部分，我们周边也做了一些绿化，包括墙啊，我清水公园啊，这个部分。还有这个后续明年度省府的500万，我们也规划了白马郡王庙的动线不足的，这个对码头的部分啊，我们就第二项城乡新风貌，
也已经有做了哈，还有努力的空间了。第二项，好，再来。第三项，这个特色商圈，整栋、九栋、十二栋、商业村、民生国宅。那我们限于经费的考量哈，几个重要的都有做了哈，但是我在想，这个这经费非常拮据，都是外面争取来的经费，可能没有说十分满意的哈，但是最少说已经跨出一大步，后面还有还有逐年。没关系，乡长，你这个提的大概，你这样讲，我们代表大概都了解，你就继续往下。新建泰山谷休闲步道、雨水节水沟、保障生态系统，那个都已经完成了。那新建然后社区污水处理厂，这个部分我们厂是弄好了哈，那目前，营运的状况，我好像有代表跟各位代表报告过，他今年我是有建议他们一定要愿意叫，就一个本地人来操作这个部分哈。那合约上也有，那我也希望这个那边也跟排水厂那个污水处理厂厂长也请他到我那边做了哈，我们也聊了一下。那东引这边我希望用在地人一个就业机会啊，污水处理厂的部分哈。那这个部分我这个污水处理厂目前应该是大部分也完成了哈，只是说操作的问题哈。那他们是完全是采纳我的意见，一定要用一个本地人来，因为你外面没有用，紧急警报系统到那边去人过来，等于说几乎等于没有操作了啊。这个部分他们也采纳我的意见啊，这个部分。那生活圈接下来生活圈道路的部分，这个邮局广场至中城门的更新，那尤其广场这个部分是因为私人土地的问题啊，确实有点难度。不是乡长，你这个部分你只强调私人问题的部分，那其他不是私人土地部分，你有没有先处理？像七栋国宅到加油站及学校外环道路都做了，就是目前生活圈道路就是邮局广场这边。不是邮局广场没有错，乡长刚提到私人土地部分，那非私人土地部分呢？有没有办法先处理？这个部分我在想，这个只要三分之一的没办法处理，你三分之二的感觉上也有三分之一这么大吗？私人土地有三分之一这么大吗？他在量的时候，在靠邮局的这个部分也被他邮局这个部分有量到三分之一。那乡长没跟当事人有没有协商过？协商好几次，有些协商都没有结果。没有结果。他们是主场不愿意卖，然后我在想做任何事情，我们都是希望相亲，这个很和谐的状况下。好，下一条。这个改善游泳池、体育馆、网球场等那个体育休闲设施，那个游泳池的部分应该是 OK 的。那体育馆的部分，我们大概刚上来的时候，把地面全部铺新，然后里面灯具啊，包括一些最近也在做墙面，那另外一个就放在今年度做，三面墙，去年只做一面墙。好，这个部分我们都知道，在下一条。对，整修朱正堂，充实一文，我们的朱正堂。好，这个我们也看到了。那推动那个东马东凯的部分，目前来讲是，5到10月等于两天一趟了哈，两天以上。对，争取扩大就业方案，协助乡亲那个就业稳定生活。那目前东引是目前来讲是临时月余，那明年以后我是不了解了，因为这个可能军方的裁撤掉可能会有所影响。然后新建小指道水库开发组，目前小指道水库已经也完成了，所以它细部有一些要改善的部分。我看自来水厂他们最近也要再做进行一些发包工作。维护环境卫生啊，绿美化造林，建设美丽家园，这个部分我们持续在做，持续在做。海岸生态的维护，鱼苗放流，确保海洋资源生生不息，我们近期内要来这边放流，请那个
前几年有犯，中间他们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就是外面的引进的可能会把本地的一些会刺激到，哦，但是他们现在又有另外一种说法了，哦，那我们放牛的时候，可能请那个小朋友到安全的地方，让他们来感受一下，哦，就是辅导渔业转型，发展海上休闲观光这个部分哦。目前来讲，相信还是用土制的方法在打鱼哈。那我们唯一的目前就是海上观光的部分，就是海上看东引，因为受限的关系哈，这个都在如此。根据办理海空运交通票价补贴，落实乡亲社会福利这部分，我们持续在做哈。关怀弱势，啊，落实老人照顾，加强社会救助福利，我们基本上来讲。东引乡还算蛮富裕的，其实也没落实的比较少，哦，那我在想这个议题，不管是议员也好，各位乡代，包括乡公所团队、村长，对老人家这个部分都做得非常的，哦，非常的好，哦。这个另外争取酒厂运营回馈地方协助人工提升福利，这部分是县政府的政策，哦，那。县政府他这边就做一些像这个酒厂的部分，大概是什么庙会啊、营养午餐啊，啊，还有一些这个我们庆典的部分。那县长的部分是因为过像陈县长头一年，就是那时候刚好那个台马轮营运的状况不好，所以把有些酒厂赚的钱都放在台马轮这个部分那。杨县长这两年好像因为酒厂那个成交又调价了以后啊，再加公益彩券啊，这个县政府的这个状况会好一点啊。那目前这个部分我在想，酒厂回馈部分还是要继续再努力啊。好，来再来下一个。新建中渡到跨海大桥，改善东西渔民，这已经完工了。健全医疗系统，简化顶级医疗。我在想这个持续后续还要继续再努力的，好，为什么这个也希望那个配合我们这个中型直升机场的扩建啊，我这边也一再的请我们陈立伟加速脚步，为什么叫好的就算我们没办法到南竿去，假如说东引的有中型的直升机不受先这个天气的限制会往下啊，不要那么严格的装，我们可以直接往台湾啊。另外一个发展观光产业，开发东引特色旅游有契机，我在想，这个部分你努力做了什么？这个部分我在想，这几年我们都一直在做一些观光的推广，包括也办了几团，然后到别的县市去，甚至也带乡亲出去旅游，希望能够提升国际的关系。那这个地方东引的产业。我在想，这个酒厂是最好的处了哈。那接下来，我们代表的灯塔也深受大家的喜好。那后续我在想，目前社协这边，冰林路也好，紫檀也好，这个都代表东引一些产物啊。因为乡亲，不是，本期这边问是你针对部分乡公所团队针对这个部分，我们乡公所做了什么？我们乡公所基本上就做一些观光宣导的。所以说这个成品的部分啊，目前是做一些垃圾桶，那个来做环境的维护，来宣导。那乡公所的部分只能那个辅导的立场呢，乡亲的参与度是比较重要的。我在想这个观光的部分，我在想乡公所团队，尤其我们财经科啊，这个人非常的少啊，那每一年啊都光是一个海上看东引的任务，让他们都很吃紧了。那今年。算是目前是顺利的标出去了，好，但是而后啊，那天风浪大，我们也把那个标商也啊，这个船公司也骂了一顿啊。海象不好的时候，尽量不要出海，而且雾气大作，没得看啊。那天我有在这里要求啊，那我们等于夏天的部分是东引旺季的部分。我在想，这个伴手礼的部分，我也一直希望县政府这边来做一些辅导，啊，那看乡亲能够
这个从事这一方面，未来也可以做一些小转型，就在旺季的时候可以做一些伴手礼的部分。公所这边今年要拍，要请那个去拍一些那个明信片，去海上拍的哈，也请康波那里面做协助。我在想，基本上，该做的我们都尽量做哈。你的证件都念完了吗？二十条都念完了吗？所以你那个第一次选举那个证件都没有在这里面了。这是第二次的。这是第二次，第一次选举那个证件都没有在这里。第一次的选，这是。你明天整理一下，把第一次的那个也把它整理出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好不好？好，现在请坐。